万岁传旨把我找，烫成我心里直发毛啊！这我说书童啊，万岁有旨宣我上殿，你猜猜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我猜是好事，你伸张正义，为民除害，一定是万岁爷要嘉奖你了。哎呀，你拉倒吧你！别给我吃速效救心丸了，我沾了烟囱他的妹妹，他岂能善罢甘休？说不定啊，他在皇上面前参我一本，叫我去给他送这个二斤半呐。那你还是别去了。不去能行？不去就是抗旨，还是要我这个二斤半？那你说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？去，我堂称堂堂正正做官，公公正正断案，我怕个啥？我说书童啊，你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哎，堂堂上帝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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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清源县唐臣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，唐臣平身谢万岁。万岁，把唐臣选来有何吩咐啊？江南一带贪官无力横行，黎民百姓遭殃，朕命你去治江南，惩治贪官，拯救黎民。哎呀，万岁，在下才疏学浅，官巧未必，这个买卖我可是干不了啊。哎，是才定国公海大人和众位爱卿一起举荐于你，朕看你一定能够担此重任。唐城，我等相亲于你，一定能完成重任。是啊。哎呀，多谢各位抬举和信任呐、唐城请旨，万岁。朕命你八府巡按，带朕去世江南，出贪官，腐败戏，并赐予你尚方宝剑，代替性命，若有违抗旨，先斩后奏。臣官卑之孝啊，朕有一封你官升五品。谢万岁。慢，成功回朝，再行封赏。哎呀，我还是七品芝麻官啊。朕怀有一旨，当年不宣，私下细看。哎呀，乖乖，还接了个大活啊。这还是绝密文件啊。好，上任去吧。谢万岁。
官可是有点脸。这里是烟囱老贼老家地方，我假装着卖红薯，假装着卖红薯，来一斤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老人家，买八两送二两，买一斤送五两。哎，老人家，这块大红薯可是白送给您的呀。小伙子，你真会做生意呀、啊啊、谢谢了。我们要一斤。给，不要，这边要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老人家，我想给你打听个人，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叫个啥呀？严世蕃。知道，他就是打了屁，我也认识他的骨头。严世蕃为了修建宫殿，把我们老百姓都搜刮干了。这江南四府的土地快叫他霸占完了，我们可是没法活了。他坏透了。是啊，坏透了。Yeah!
难了。哦，这位大嫂，来来来，我这里有现烤的热红薯，先给孩子吃一点吧。孩子，快快谢过大叔。多谢大叔。哎，不用谢了，不用谢了。瞧这闺女多懂事啊。哎，大嫂，你为啥让闺女出来讨药啊？为了给他爹买药治病，为了……哦，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家呀，我说大嫂，我这里有几两碎银，你先拿回去，先给大哥看看病，把闺女也领回去，再买点吃的，让全家老小吃顿饱饭再说吧。多谢大哥。哎，不用谢了，不用谢了。先人上台，我家大爷过来了。乡村野花，小家碧玉，梳洗梳洗，打扮打扮，有三分姿色。小子们，有这个小妞，大爷我要了，带回府去。母亲，住手！光天化日，众目睽睽，你们不能抢人。不准抢人，不能抢人。哎呦！这次我与你拼了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
爷我打死个人就像你是个蚂蚁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魏宝，站住！尔等竟敢强抢民女，行凶杀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天！哼，在袁州府汾阴县这块地盘上，大爷我就是天！你去你妈！哎，走！好！哎呀，这你真是作恶多端，无法无天呐、啊！哎，没要了你的命，就算不错了。是啊，这强大姑娘杀老百姓是他们常干的事儿。杀人抢人触犯律条，难道就没人告、没人管呐、啊？哎。这严家父子一手遮天，谁人敢告？谁人敢管啊？我说乡亲们呐、啊，我听说皇上派来个八府巡案，就是专门来惩治这些恶霸、贪官、魔鬼、坏蛋的呀！哎呀，那就是谢谢了。哎。大家回去就写状纸，找证据，到巡案那里告状去。那好，咱们都听他的，听你的，写状去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我这里有几两碎银，拜托你买张路席，把这位大嫂给买喽，再给她丈夫几个钱看看病吧。哎呀。真是个好人呐！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好一个恶霸严世蕃，强杀民女最滔天，我将将严贼来探班，要为百姓把仇怨。
的个一碗端。也嗨，这么多人告状县衙大堂可是装不下呀，我这疏通啊。太爷，咱们就来个现场办公，街头断案，增加办案的透明度，你看好不好啊？好啊。升堂。好。把那几个贪官带上来。好。我问你们，你们给严府送的那么多贵重礼物都是从何而来？不说是不是？那好，站在一边凉快去吧。带丢光。好。刘光他娘凶案大人，大胆刘光，你为虎作伥，行贿受贿，手黑心脏，罪大恶极，难逃法网。走，把刘光拉下去砍了。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你们不是不说吗？去跟刘光作伴多好啊！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书童，命他们到下边招供去吧。是。小兰，把状纸呈上，今天大叔就给您报仇，带严师范。好。抢占那老百姓多少土地？记不清了。你收受了多少贵重礼品？记不清了。你打死了多少无辜百姓？记不清了。你还霸占了多少良家妇女？记不清了。好啊，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。乡亲们，严师范拒不交代怎么办呢？杀头堂，杀头堂，碎尸万段，大地重建。唐城，你头脑要清醒，不要强逞能。我父知道了，你也活不成。哼！当官为百姓，何惧老烟囱？杀了你严世蕃，不怕丢性命？杀！哎呀，大人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害怕了是不是？赶快低头认罪吧！华工，好，我华工，华工，好。禀大人，现已查明，严家共有黄金十万两，白银二百万，钱币三万亩，房屋六千间，各种奇珍异宝，价值数百万两。好你个严世蕃呐，你真是江南的第一贪呐！拉下去开刀问斩。慢，我乃工部侍郎，官居三品，与我实行，需皇上恩准。皇上早给你准备好了。给你自己念念吧。严嵩之子严世蕃，
在家乡以权仗势，杀人害命，罪大恶极，若查证属实，可先斩后奏。拉下去，开刀。好。带上人证物证，速回京城，趁热打铁，扳倒严嵩。